那这个老头是谁啊？这个老头叫谁啊？谁认识这个老头？薇薇，你知道《聊斋志异》吗？薇薇也不知道是吧？你看这儿写的什么？《聊斋志异》，这个老头写的叫蒲松龄，蒲松龄啊，蒲松龄，他就写个什么故事呢？什么鬼呀、怪呀、什么狐狸精啊、花仙啊那种故事，Oh my god！崂山道士可以穿墙那种。你看，就是我可以穿墙过去，这样的故事。所以说哎，意义我嘛，志异就是说记录下来，记录下一些奇异的事情。聊斋就是他的书房叫聊斋，所以呢，他很有意思。这个人为什么呢？这个大爷，一开始想当官，以前要考试才能当官是吧？科举对吧？科举考试。对的，科举考试。你看是清朝，但他不是官是吧？你看不是官，因为官有官服，要有那些什么画的，这鸟什么绣的，对吧？因为他没考上官，所以呢，就当一个老师。他是个老师，老师啊，跟我一样，跟陈老师一样，跟你爸一样，他是个老师啊。但是老师的层次低点，他只是在，他大概等于一个小学老师那个程度啊。然后呢，他又开了个茶馆，他又喜欢听故事，别人来他的茶馆喝茶呀，他说可以不要钱，但是你给我讲个故事。就是他怎么搜集故事的，怎么搜集出来的？哦，你说何大勇，今天我们家有个饭店是吧？你来吃饭是吧？吃完了盘他，你没有钱啊？没有钱，讲故事，快讲故事，讲完故事你就可以走了。意思，何大勇就说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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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说是够不啦不啦不啦，给我讲一通是吧？不合格，交钱啊，是吧？所以这个他也收集了很多故事，他是淄博人，之前不是有淄博烧烤吗？淄川。就淄博这个区，你看，山东人，对，山东人，我们老乡。你看，有首歌唱的是拿菏泽话唱的，你也说聊斋，那个我也说聊斋，这谁唱的吗？不是，啊，你们老乡唱的，那个彭媛唱的，彭妈妈唱的，啊，第一夫人唱的，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I don't know any Asian 我们 artists. 在这儿找去啊！什么？你快给我滚过来！你作为一个山东人，应该滚过来。I don't know any Asian artists. 那么彭丽媛 is the first lady of China, and born in Shandong and grew up in 菏泽。鄄城人应该是对吧？彭丽媛是鄄城人吗？我就问问你妈，彭丽媛是哪人？所以现在。First lady is our 山东，哎，冯大姚，快过来啊，对吧？这个，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第一夫人是彭丽媛，她唱的歌就是《聊斋志异》的主题曲，叫《你也说聊斋呀，我也说聊斋》，就记了很多奇怪的故事，《聊斋志异》。所以说，淄川捕流仙著，因为这个蒲松龄的字儿叫流仙，留下仙人啊，新科亭，What do you want? 哎，过来，福大福小二，你看这是谁？这 This 奥 is 莱，old man. 对，这奥特曼叫什么？叫 I 奥 don't 莱。know. I can't read Chinese. You can only I Chinese，mean, I do, but《I 聊 don't know 斋 that 志异》，《word. 聊斋志异》啊。好，然后呢，这有个 This 歌 is 叫什 old 么？man. 叫 I 有 do not 个吧，understand you. Bye. 罗刹海市，有歌叫罗刹海市，对吧？方大有听过这个歌吗？我唱了很多遍。没有。你没听过是吧？罗刹海市哦，你不没是唱最近，一次，罗刹海唱，哦，市你没唱，拉不是最近非常有名的歌叫罗刹海市，我给你你找一下这个拉你，你唱一次，什么？马户不知道他是驴那个，啥马户不知道他是驴，你看冯大有，马户加起来是个什么字儿？快去写下来，马户，让姐姐给你你唱记下，那个歌。右鸡，右鸡和马户对吧？你去看看。对，未名马和户加起来是个什么字儿？哪两个字？马和户，马户，户口的户，我知道。是个驴是吧？马加户是个驴是吧？又和鸡，又和鸟对了，又和鸟，对吧？所以马户和幼鸟。就是他们这个去干什么？冯大勇，咱不能干这个事儿啊！你看啊，比如说这个他唱的歌啊，
这个我们稍微的听一听啊。对的，他唱的歌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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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配合介绍、哦、这个歌就是他这个故事的，哎，快来来来，这个歌呢，就是根据这个《聊斋志异》的一篇写的，就讲这个故事。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啊。马户不知道他是个驴。对的。幼鸟不知道他是个鸡。对。然后那个煤袋是本来是个黑东西，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对吧？啊，大概就是在讽刺一些事情。这些有些人呢，他没什么真本事，但是又自己就非常的骄傲，大概是在是讲的这个意思。所以大概讲了很多。来，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件事吧。你看，不大有，这就叫做古文，这就是蒲松龄写的啊。这个对于小松来说也比较困难了，没事，我来解释一下。罗刹海市啊，马季字龙梅，美风姿少奇塔。所以歌里唱说华夏的子弟什么是吧，就是这歌里就根据他来的。你看这歌里说这个，然后听到后边这个，哎，不是吧？你说那个老师重复的，不对，后边，因为他说这个马季嘛，后来就说马季的事了。这个歌就根据这个。他们讲的是个马季，一是月亮，这马季很帅，是帅哥，帅哥马季。你不要给我乱东西，不要干坏事儿。我不是干坏事吗？情之里，要不知道他是一只鸡。我就不给你推这首歌，好吧？就为你啊，有富有感情的朗诵了《将进酒》，基本上是舞台范儿。目前我们在告诉他们 ，First Lady 啊，咱们合作，来 ，First Lady 的朋友们，咱们合作。这个 same action 比较好的，哎，你看讲的就是这个事儿，华夏子弟是吧？就说来自这个美少年是吧？你看，叫马季这个人是吧？烧鸡汤一样的词儿，那子弟。所以说蒲松龄这个写的故事，这个刀郎把它写成歌了。所以说这个一美风姿烧鸡汤，华夏的子弟，中国人啊。说明山东人啊，啊，所以马季呢，这个人呢很漂亮啊，啊，我们在讲这个谁五杰进来了，五杰我们在讲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也不算很复杂，一首歌叫做《罗刹海市》，你去听听啊。这个是个清朝人吗？清朝的，对的，他是清朝的，清朝一个大爷，这是一个清朝大爷，叫蒲松龄，他写了首啊，不是写首歌，他写了本书叫《聊斋志异》，为什么呢？啊，他有个爱好也是。编故事对，但他的故事不够多，他想赚钱啊，他不赚钱，他只想写故事而已，因为他的故事不够多，所以呢他就这个就开了个茶馆，他就跟客人说呢，你这个可以免费喝茶，但你要给我讲个故事，所以他收了很多故事，就写了本书叫《聊斋志异》，以前那个电影画皮啊还白骨的那些都是里边的啊，那些故事啊。好，所以说今天我们讲讲这个马季的故事，他有一篇叫《罗刹海市》啊，对，马季字龙梅，美风姿少奇塔，很漂亮的一个人啊，很帅哥，马季是帅哥，总之翻译过来，冯大有，冯大有，马季是帅哥，冯大有到处跑，喜歌舞，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如好女，有俊人之称，就是他很喜欢音乐啊，会唱歌会跳舞，跟着专业的人学啊，然后呢，
他如果扮成女生的话呢，拿一个这个锦帕缠头，对，就缠在头上，她比那个美女还要好看，美如好女，所以有俊人之称。俊就是漂亮，对吧？就是一个帅哥，大概就帅哥的意思，大帅哥，就是这意思，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是吧？后来呢，从人浮海为飓风隐去，数昼夜之意都会风出游。后来呢，出海了。我估计他可能从烟台青岛出去的，但是刮大风，就把这个风把船吹走了，好几个晚上到了一个地方，你看出海很危险是吧？七人皆奇丑，这人可丑了，都可丑了，奇丑，很丑不好看。看到他到了，以为妖，趋花而走。结果这些人还害怕马骥，看到马骥来了，以为是妖精，马初见其状，大惧。待之国人之害己也。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害怕我呀，我还怕你们呢。你们这么丑是吧？但后来发现呢，这波人呢是害怕他，所以呢，有其来者口鼻位置上皆与中国同。就说有的人呢长得稍微的好看点，起码那个五官啊，鼻子长在鼻子地方，眼长在眼地方，起码还能看下去。你要干什么？还能看下去？是吧？有的人是鼻子和是长乱七八糟的，这些人起码还是位置还对啊，这几个位置，五官的位置还对。然后这个马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害怕我呢？”这个马问其相害之故，他就说了：“答曰：唐文祖父言，西去26000里有中国，其人民形象率诡异，今始现。”马骥就问说：“你们害怕我？为什么害怕我们呢？”他说呢：“我听我爷爷说呀，往西走26000里。”有个国家叫中国，那人可丑了，长得很奇怪。今天看到你，我才知道。你看，这美人马骥长得很漂亮，是吧？巨人之称。但到这国家，人家是奇丑无比，奇丑无比啊！看到，所以说呢，后来说为什么你们穷呢？这些人比较穷，反正长得稍微好看的人就很穷，越丑的人越富。为什么呢？他说：“我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就说咱们国家不重视你的才华。重视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也就是说，长得越丑，他们认为越好看。不准我而且飙脏话啊！这样，所以说世界是这样的，那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随着规矩是人定的，他们国家就规定，长得好看就是丑，长得丑就是好看，这就是他们规定的事儿，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你看他们家的这个。总理长什么样？天明使打住他们去那个京城了，失之朝退，朝政有灌溉出大官出来了。村人指曰：“此相国也。”这个人是一个相国，看成什么样，长什么样呢？两耳皆背生，耳朵长在这儿，你想象一下，背生三个眼儿，鼻子有鼻三口，你去想象一下，会把它画出来啊。背上长耳朵，这边有仨眼儿，那个毛睫毛像一个帘那样垂下来。就这意思，长这模样的啊，所以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就当大官，所以说这是个什么国家呢？以丑为美是吧？因为美丑，所以这个你要不变丑的话，你都混不下去。后来呢，又书记出曰：“此大夫也。”不啦不啦不啦，就很多官又出来了，对吧？这些官长得也都很丑，但是呢，位贱卑，丑亦贱杀，就是说呢，官越小呢，长得越好看点，也就是说越丑的呢，越能往上走。这个后来这个他长得太好看了，没人管他。这个他就开始找这个找门路，能不能当个官啊？村人曰：“此间一持戟郎。”这个人呢，所阅人多，见的人多，可能呢不会害怕他，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官了。这个官呢，目睛突出，须卷入围，就这么眼睛凸出来，然后那个胡子就跟刺猬的刺儿一样。你看他们家的大官长什么样的？耳朵从背上长出来，仨眼的鼻子，他那也画出来了吗？仨眼的鼻子。所以这个故事今天是几点了？我们就讲到这儿，今天下次再讲下边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主要干了个什么事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啊，清朝的蒲松龄、淄川的这本书叫《聊斋志异》啊，讲了很多。奇怪的故事，崂山道士啊，花仙呀、什么鬼呀、之类的啊。然后这个新的歌，一首歌叫《罗刹海市》，就根据他来的。
罗刹哥啊，就是南无怪鬼少年啊，好，马上就好了啊。然后最后呢，我们欢迎常小石木同学，来有改成的朗读一遍，好吧？你们就可以出去玩了。啊，我们今天现场有小宋同学，来来，有改成朗读一遍，然后我们就下课。来，同学们，这是属于舞台范的，站着，你市场同学们就站着。来了啊，对，就给你把这调好。来来来，看你们家闺女的诗朗诵。来了，《将进酒》。现在欢迎唐小松同学给大家朗诵《将进酒》。好了，《将进酒》。哎呦，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终得一端，或是金或是空对空对月。千金之美必有用，千金尽算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归墟一饮三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满盈。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复归，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昔时只愿独乐，斗酒十千千千千。古人何为言少钱？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对，这是这个诗朗诵的很好。啊，这个诗朗诵就是要求这样的，一个是熟练，一个是有感情，是吧？哎呦 ，Where are you？ 要有感情。When did you hire that girl？ 要有感情啊。When did you hire that girl？ 好，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哎，就是一边去。When did you hire that girl？ 啊，不要给我动东西了啊！所以今天 When did you hire that girl？ 啊，今天我们就不考大家了啊！今天已经这个我们就下课了，好吧？啊，我们下课了，下次。就要考一下，今天考了魏明，下次要考，一边去一边去，下次就要考五节了啊！今天考了魏明，下次要考五节，我们要把它背过。哎，一边吃芬达油，啊，好吧，我们下课了，拜拜，下课了啊！一边去一边去，啊，背过背过啊，一边去。